可是郑文将，你可以伤心难过，但也不至于像这样自暴自弃吧？我当初要是知道你是这样的懦夫，我就不应该救你。对，你就不应该救我。如果你们觉得救我救错了，你现在就把我这条命拿回去。不肯动手，那就别再怪我。要去白酒了。这次去灵峰街，我们还有一个任务，要找到芦花鼓楼，必须要在灵峰街的踏风族人手里。 找到一名领路人，你不会想说这个领路人很难找吧？不是难找，是非常难找。灵峰街的镇魂将叫颜灵玉神，此人虽然不好打交道，但只要是人，都有用。玄黄丹，一枚管一时，两枚才永久。你可以先得一枚，事成之后再得另外一枚。 成就。明天天黑之前，要是不把领路人给我带过来，我就先杀了梅长老，再把他们一个全都杀死。传命令，敲警钟。